由于呢要跟大家抱歉，我们制作费不足，今天主持人只有我一个人，太穷，请大家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还有跟超级感谢，不然我们节目快收了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什么？超级感谢，有人donate6000块。OK， 我们请到一个主持人。OK， 你刚刚说加码10000才我才起来啊，再次再次。六千太少了，是不是？没人给他钱啊！真是的，真的不累哦。我是曲艺。我要来玩了，好棒哦！你今天带我去哪里？不会是假娃娃了吧？对，我想太累了。我想要问问你，平常休假的时候都在干嘛？如果没有出门的话，就不会出门。那如果有刚好经过某个地方的话，我就去按摩。你会想按摩？因为我超老，全身都很累，很累。像是最近是那个腰很痛。哦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曲艺的膝盖不太好，你现在转移是不是转移酸痛转移？也没有转移，它就多一个地方。真的？不会，包痛。下礼拜再约你来，你连这个肩膀、肩颈都不行。有没有可能？想要去上一个 level。你被抓起哦？对呀，真的吗？对呀，最近的节目对我都蛮好的。我跟你讲，有点感动。我跟你讲，不知道是你拜那个月老有成功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个按摩店哦，不是一般的按摩店，做黑的那种。没有啦，不是做黑的啦，就是。我们节目尺度这么大吗？我跟你讲，是有帅哥按摩店。你想听他怎么说那么好？对你比较好而已啦。啊，真的吗？因为对陈思源都去挖大便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节目站久了，就是有这种福利。对啦。好啦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走了啦。走，我们去找帅哥按摩。快点快点。走进来就有丝霸的感觉，对，味道很香之外，而且这里非常的通透。来来来，我已经觉得有点放松了。先里面请。Hello， 讲话。哎，你好。里面请。来来来，这边请。我会不会等一下整集都没有不讲话？我等一下介绍我们的品牌的执行长跟我们的总教练来帮你们做服务。总教练的意思是？他是我们。本馆技术最厉害的老师啊，技术问题对，而且他本身有那个整复师的执照哦。哎，整复师是什么？哪个复啊？我们很需要。哎，整复就是会让自己那个骨骼平衡、骨骼调整、整理修复的概念。对对对，我们来欢迎他们两位。好，欢迎。这是我们执行长杰老师，这是我们的总教练老师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因为我带你来这边很特别，是因为我们平常还蛮常按摩的，对，譬如说一般的指压、油压我们都按过，可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它叫做运动。哎，我就是在找这个课程，运动调理课程。我们跳啦啦队是真的很辛苦，对，所以想要伤害太多了，来帮我们整复一下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听说两位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，什么功能？鹰眼功能。哦，我刚以为是来电功能。好，都起都起。什么叫鹰眼？就他们这样子可以 scan 你的身体。我现在评估就是哪里下肢可能某方面可能就曾经受过伤。你是不是有偷看脚本？他的膝盖这边是合不起来的，哦，他是要合的，哦，那是外八，啊，哦，对啊，会不会是我骨骼的问题？可是你看他的脚，他是没有呈现外八的，啊，哦，很厉害耶！那你看我哪里有问题？你应该都有问题吧？脑子有问题，头有问题，哎，这节目很不友善哦。哪里有问题？你觉得？我闭得起来了。因为你平常有跳舞的习惯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就拉拉队呗。对，除了跳舞之外，我有 follow， 就是你也有在打爵士鼓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？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鼓手，真的，所以在打鼓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些关节的磨损，对，磨损其实是比较严重哦。老师，有个地方你看不出来，就是我的腰。你腰怎么了？我腰的部分也有点痛，最近。因为我们知道曲艺，它其实通常是脚，那有没有可能是我本来只先痛一个地方，但因为我为了要适应这个痛，我开始姿势不良，导致我身上其他地方也会有这样的状况，开始酸痛，对吧？非常有可能。好，那我们好像有点太快了，不要这么急着脱。我们要到床上，要到床上，对，要到床上。太猴急了，在床上不是会进门就脱？没有，我们要到专业的按摩。通常是什么？哪里通常？我们是回到家下雨的时候啊，脱衣服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先，我们里面请，好，来，我们往这里。
会先做个评估。评估什么东西啦？我怕他要开始，我要先脱啊，我准备一下。还没，我们不是都要那个先围起来吗？油压不是要脱掉吗？我们是运动调理，不用脱。啊，都是的，不用脱，不用。来这个按摩店不是因为我们按摩也是这样子啊，你们先围好嘛。不是，你应该要先去洗澡。啊，老师，那你们等我一下。啊，不用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直接评估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可以开始。对，那等一下帮我做一个往前弯的动作，不用弯到很底，就差不多这个距离。来，我帮你。来，好。对，这样子，那这边就是胀起来的状况下，那。我目前可以评估是说，它可能是臀部来自的张力导致说哪里有胀起来，这边啊，这边摸起来很高，这边就是胀胀的哦。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测试一下它的。老师，我要脑充血了。等一下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起来了。对对对，不行。对，什么？对，你可以起来，你可以起来，聊起来。对对，你可以起来，聊起来。好。对，那再麻烦帮我躺着。好。对，那我们就把脚抬起来，自然放松就好。我转动一下，我会放很松哦。对，那它这样髋关节转的幅度就很正常。那它有办法可以90度吗？老师，哎，不有吧？正常人也不会到90度对吧？对，正常人也不会到这种度了。其实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可是这个床有魔力。哎，你还在上班？最近的节目对我都蛮好的。那像大腿部分，很明显就是比较胀。对。对，那我会先做个松动。好。对，那就可我们跳舞的应该都是大腿很基本上大家都很肿胀，对对。但我如果站很久，可我通常都会水肿。那就那是因为刚刚睡觉。那就多喝水啊，对吧？多喝水跟多喝水其实可以，好，对，它是对把水肿问题把它给除掉。上岸。对，在表示上的节目，你太急了，我脚也好酸，再给我抬起来。他现在摸的那一块刚好是可能大腿区最硬的，最就是我要给你们看，就是通常有在运动或跳舞的人的侧面，就是这个肌肉会是发达的，然后有一个点就会特别特别的酸。其实像隔着毛巾也可以看到，他的筋膜现在就是变得很有弹性的。哦，有哎，我就有感觉。它像就很松动了，你是不是摸不出来？有啦，它摸出来就好了。我又不是专业，哎，我今天也是客人哎，我今天来被放松的，好吗？我们应该不会碍于节目只做一边吧？今天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100/100的吧？想做什么？老师，他这样躺的是对的吗？正常来说不会这样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颈椎有张力。哦，那他今天是右边，他不舒服。哎，对不起，就拉。这里有摄影机。这样好看吗？我帮你，你头。会不会我打开，然后是我的脸？天哪！就是要这样。哎，好。哎，很恐怖哎！其实我在按摩的时候，我会躺枕头哎。嗯，我也会。我不太建议啊，因为我们脊柱是会转的。对。趴的状况下，你的颈椎不管是往哪边转，它这边张力就大起来了。这样。不是，老师这样更不舒服，因为这胸口有点紧。那你这样。对，但我觉得这样子还比较好。好好。对。来，我把它打开。就是可以这边可以用摸的，就会知道了。对，有一根毛，我的头发吧，有一个头发，先拿走了。这里，对，就是两边就是有差别。哎，真的耶，真的这边比较胀。我跟你说，我右边真的很痛，因为它连肩胛骨这边都是比较肿的。对，它连肩这么严重？对，那就是可能会有点酸。会酸吗？会酸还是痛？酸到无法讲话了。好，我再吃哦，来帮我吸吸。然后没事，你再吃啊。我也好紧张哦。老师，上一次三顿有点爽了。酸爽，对，它是一种不是那种痛到不行、不能忍受的那种，是那种好像要解脱的那种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要的调理的体感。那你刚刚他这样帮你按完，你现在有觉得有什么不太一样吗？那刚刚一刹那的话，我左边的痛。什么啦？
刚逆转一样。真的啦，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边。对，那就是这边操作完之后，还要再花点时间再回去，再把它左边给。老师，你可以边讲然后边按。哦，边按。好 ，OK。好，好，那你就保持呼吸，不要憋气哈。进入梦乡了？没有哦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还醒着。因为我刚刚看着他右边的肌肉啊，比较紧绷，然后跟比较高，是在老师按完他之后，他的那个肉有下来一点点。我自己觉得很不错，因为他跟我平常看的按摩很不一样的是，像我们以前指压或油推，他会是用撸的。去撸其实是你肌肉的表层，可是它现在这个按是按很深层的地方，然后去让你整个放松，按到你那个酸痛点，像真的很美迈耶！快点，我也想要当那个感觉一下很松的人。手很松，手很紧，对。好的，来，还没好，还没讲，还没好，立刻马上好了，你赶快上去了，没有，换下一位老师，大家先评估我啦，好，来，好，但是他用看，没有，这 pose 好吗？你给我站好，很赞，但是我希望可以再把衣服稍微，老师你那么急，不是我需要肉眼稍微看一下他的那个肩膀，要看我的肩，啊，因为我是上身，对。给我，我扯啊扯，有棍子吗？我有点害羞，在陌生人面前。对啊，也是。老师，他这样子，这个要不要脱掉？这个？哎呀，需要，会影响。老师，你还要我脱什么？老师，你还要我脱什么？老师，你还要我脱？晚一点再说。怎么晚一点再说？没有啦，差不多了啦。嗯，当然，来。然后，我稍微看一下你这。你要看上下打量，你要看我的生命线吗？不用了，先不用，不用是不是。其实好像还……哎呦，你很软哎。对，他气手是很吓到了吧？好，那现在的比例是不是这边看起来最硬、最快？最快。有吗？就是感觉很负重的感觉。对，感觉上面有压力，做了一个人一样。好，来，什么做一个人？谁攻打？老师，他的高低屁股，你才高低眼呢，你高低头发。跟你讲一个小秘密，以轩他在很舒服按摩的时候会打嗝。哎，对，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按摩会打嗝。哎，老师，哦，老师，你的客人们有这样子？笑声这么奇怪的吗？好酸哦！几分？哦，很酸，大概七分，已经到七分了。嗯，对，可是你这里很酸。不是你要让他真实反馈，不能因为做效果。我没有做效果，他刚刚按那个点，这么痛哦！但那个点哦，这里很酸，行，哎，你的屁股很软哎，你不要在大众面前讲这个啦，我会害羞，是不是？我会害羞，不是，我是在帮他。未来没结婚好吗 ？Hello， 这不是很好吗？这是称赞哎。OK， 那这样会不会就是转移到别的地方？有可能，因为我现在在按他的右侧，有可能他直接转到头部。就是我等一下处理的时候，我会先从肩膀慢慢再往，对，再往上带到这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可以。老师，你讲话归讲话，手还是要按好。好。老师，你可以边讲然后边按。哦，边按。哎，可是这边好像是大多数人的通病。天哪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连我自己这样按都痛。对啊，因为你整个肩膀一直连到头部这一段，其实都是紧绷的。哦。对。老师，有还有个问题。好，这个地方也超级霹雳无敌。对，霹雳无敌紧，对不对？霹雳无敌紧跟痛。恶作剧的时候，你就这样，喂，他就会啊，干嘛？我刚刚伤了老师。
会吗？老师，你是这边吗？这边？对啊，每个人都是都是吧？对，都是肩膀前，就像刚刚讲的，这边有一个穴道。对，就在这个交接的肩膀前侧。前侧。对，然后一直连到胸的上缘。老师，手继续动。所以不好意思，手继续动。筋膜层它其实就是连贯头到脚嘛，嗯，那比如说你这边筋膜纠结好了，那是不是会导致你这边可能活动度就会变长？幅度变小。对，今天这个筋膜刀就是专门在处理你的筋膜。老师，我觉得不用这样子循序渐进了，我看到您的这把，我就忍不住把玩了一下。什么东西？上苍宝剑。什么东西啊？真是，你拿这个吗？这个它行不行？老师，它承受得了吗？承受得了，哈哈。古代的刑具哦，来，我们要交换刑具。交换刑具吗？这个太小了，这个啊，这个我自己都可以刮。好，那我直接来个进阶版哈。那我需要你的手借我一下。手手温柔一点。可以可以。你干嘛？太震惊哎！我害怕，干嘛？好痒哦！除什么？除毛的，来除毛，有点微冰。哇，好酸！很酸吗？哇！哦，这样刮是不是很爽？对，很舒服。哦，等下这个去哪里买？啊！来，女明星表情控制一下，女明星。什么女明星？你们都把我的衣架打翻，你脑袋翻百万了。还叫我表情啊！来来，我帮你围遮围遮。这个很害羞哎，我只帮我上一下草莓了。往上稍微对，去活动一下。有比较打开吗？有，而且它刚刚操作完的地方，因为它那个冰冰凉凉的，其实有一点舒服。还需要吗？不用了，蛮好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这样我 OK。还是我拿小把的那个。是文艺少女。叮叮，这是什么 pose？ 那该不会是封面吧？哎，老师，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最终目标，可能要把你一些多余的废气吸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吸乳器？对。哈哈哈哈哈！东西都是哪里洗？不是接乳器啊？什么东西？拔罐啦。老师，为什么到很不舒服的时候，像中暑啊，都要拔罐呢？小姐，注意一下啦，我还在录呢。李轩他在很舒服按摩的时候会打嗝。现在要你需要帮我做一些动作，你先帮我投降。不是我放屁啊！是不是要松掉？对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我怕人家想说这个女明星怎么打嗝又放屁，到底在干嘛？我换另外一个方式。好，老师，我有听说滑罐这种东西，你不要抄。怎么了吗？我看滑罐不错啊，人家滑罐滑到哭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耶，好可爱哦！可爱，可是这个很细耶。对，这很像是种草莓。对，我也种草莓。真的，种草莓的感觉。就是把你这样吸住。我已经很久没被种了。那你今天好好体验，你今天好好重温一下。整部片如果不剪一刀未剪的话，会很好笑哎。掉下来。然后问问题是，请问你先打了几个嗝？对。哦，通常用这种玻璃罐或塑胶罐拔起来，都会有一个圆。啊，你现在也有？现在也有吗？对。它很像蚊子叮的肿大版哎。真的。对。它下方这边稍微颜色就稍微比较深一点，对，因为它这边其实肩胛骨的缝缝这边稍微比较崩。原则上就是它的细胶罐会拔得比较浅，嗯，对，它的这种
塑胶硬罐会拔得比较深，深一点，深一点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是的，好，那你再帮我活动一下，帮我一样上举。我这样事情，我觉得我这边体验 OK 哎，他的脚也可以用刚刚你那个倚天屠龙，没关系，可以，我等一下帮他准备。我不知道我要做哎，不然就不会那么嘚瑟了。看到你们的这把，对，什么东西？老师，你现在在修脚皮哦？哦，没有，现在就是先把它的足底筋膜先化开哦，这样它小腿我等一下会坐起来会比较轻松。好酸哦，这里好酸哦。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我没有这样看过你的脚底板。你也不要一直盯着它啦。这边哎，可是会痛哎，是那种烧烧热热灼灼的。对啊。你说现在吗？嗯。哦，真的。会有点刺痛感，因为太紧了，滑不动。你刚刚的肉是很硬很硬的，然后现在帮你放松以后，它就会动了，变比较有弹性。哦。对。我想帮你喝个反清复明的。不行。可以可以，异想异想天开。你们这边师傅会互用吗？一定要，一定会互用。你说你们三个人会聚在一起，然后互帮对方敲脚这样？是不会这样子的，是不会，就是不太舒服。那这位老师有空就请他帮忙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会痛吗？这怎么形容呢？好想被敲，好想试试看哦。哦。老师一直在晃你的肉，我知道。老师，老师，我也是女明星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现在刮小腿了？对对对，现在可以刮小腿了。你现在用那个倚天屠龙刀吗？对，还是尚方宝剑？这次就是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反正我知道这是很厉害，对啊，很厉害。是哦，你抹的时候连它的啊，嗯，对，因为它是冷的，那我们人有手温，就是让它先热一下，温暖一点。你比较贴心，刚刚那个人，哎，老师在哪里？老师很冷的，我心寒呢。这是一种，我等等留下来可以做这个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很棒耶！我觉得这真的超酷的，因为。一般去按摩会很痛，但它呢，它按起来不是痛的，不是痛的，但我一直有在缓解的感觉。吴宇轩怎么那么久啊？我都已经按完都喝杯茶了。哦，天哪！啊！对对对，再进去一点，进去一点，进去一点，什么进去一点？啊！差几条，你们在干嘛？我在问老师怎么帮别人按摩啊？对对对，我他的脸就是一步被抓到了。你确定？真的？你来干嘛吗？我刚刚因为我想说，我来这边学习帮人家帮我们按摩。我们未来呢也要推贴心的。你刚刚跟他学几招。另外一半工作的时候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可以下来了。对，换我做。未来也是啊。你也要学啦。他要教你啊。他要教我们。好好好。应该不用边按边叫吧？你刚刚叫哪叫啊？没有，因为他叫的时候我也很想叫一下，压力的释放。我想说，为什么呢？好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请一个 model 来吧，看起来就很好看的样子。好，来，你先帮我正躺一下好了。老师，你的胸部比我还大，这个几罩杯？几罩杯？可以摸摸看吗？好大哇！坐在床边，好，把它抵住它的肩胛骨。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然后等一下让它的整个背往后靠。哦。对，好，让它抵住之后呢，把它的手捞起来。好。对，那我们就是让它的手臂跟这个胸呈现九十度。好，那我们抵住它的关节。嗯。然后请它吸气。然后吐气的时候就往下压。哦，好酸，哇，它都没得了，好酸，很酸。对，然后就停在一个深度。哎，你要是不舒服可以喊出来。那是个压力的地方，你叫叫看，你叫叫看。啊！我的。真的很酸哎。对，有加压哎。对，我有加压。你好，这个非常舒服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啊，来来来，好来。啊，右脚，右脚。对，然后做，对，让它整个背靠近。
我这样你的大腿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好来撑住。好，然后请他吸气吐气的时候往下加压。好，深呼吸。好，吐气。哇哇哇哇，可以吗？忍受得了？舒服吗？舒服，舒服，舒服，声音都出来了。啊，还有别的吗？有。好，那你帮我趴着。不是，这不是。我不是这种。对，不是。我们现在把他的整个手往上。好。哦，这个也好痛哦。对。然后一样哦，我们把膝盖撑住。然后撑住的时候，因为手往后背，肩胛骨这边就会跑出来。对。对，好，跑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双手加压在肩胛骨的缝缝，我们就身体加压。停留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它这样就会很舒服。那如果要再加强版的话，我们就是稍微做。哦，对，来，你试试。好，手往后背，这样子。对，先往背起来。对，好，撑住，撑着，然后双手找到它的肩胛骨缝缝。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吗？没感觉，没感觉。好，那我教你进。好，再把它凹过来一点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整只手凹到这里。那跟你有仇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直接用手抬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用直接用手，直接加压这样。哦，用这个，这样比较舒服。手用手肘。对，用手肘。好，试试看。来哦，这边嘛，窝窝。对，窝窝。是用这个点还是用这一面？用这个，用这个点。这个平的。哦，阿妈等会儿。帮你捏。他刚怎么让你痛，你就让他痛。他刚刚，哦哟，还有报仇，好，会受伤了，我们要。对对对对对，人家是舒缓舒缓。好哦，那这就是刚刚老师教我们的两招放松的方式，就是如果身边的人，父母也可以啊，不一定要另外一半，爸爸妈妈。对，所以学到这招可以贴心的帮自己的亲朋好友按个摩。舒缓一下每天的压力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啊，你可以起来了。我觉得舒服一点了，才一点哦，因为还有另外一边。对，你看我现在对斜斜的一边而已，因为我这边只做一边，这边很凶，这边很紧。像我们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找按摩师。嗯，对，然后通常也就只有缓解一时半刻而已，可能一个晚上就舒服那一下。嗯啊，可是隔天之后你又跳个球赛什么就又回来了，就是跟我们平常按的模式真的不一样。对，因为像一般上班族已经算是压力很大的时候，其实全身都会紧绷到。除了紧绷到之外，其实上班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会维持同一个动作很久。对，譬如说久站或久坐都是，不管什么各行各业都一定有你辛苦的地方。如果你没有适当的伸展，其实对身体也是一个伤害。对，除了来这边之外呢，大家也可以就是喝足够的水，然后做伸展、瑜伽，这是对你是有帮助的。是的，然后定期来这边做这个运动之后的那个修复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对啊，筋膜什么的都松一松，赞赞。哎，我还差一边，我们两个现在都歪一边，我现在差一边，我没办法伸直另外一脚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把另外一边也修复完啦。再见了，拜拜哦，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耶、yeah, ！希望下一次异想天开再找我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梦幻的这个体验。好好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